好吃了，你尝尝嘛，真的很好吃，你尝尝尝尝尝。我说了不要了。这个陆瑶什么来头啊？拜托，我也是第一次见他，好吧？连你都不知道，他该不会是我哥花钱雇来的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你哥才不会干这种事儿。这糖还挺甜的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要不我现在就去问他。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我们不习惯吧？喝口香槟缓一缓。谢谢啊，也不会有下次了吧？你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啊？啊？眼熟？怎么会呢？颜洛，我知道伯母一直在催促你找女朋友，但是你不能为了应付她，你就随便带一个女生回来吧。不要自以为很了解，也不要随便评价她。很抱歉，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我都还没吃蛋糕呢。投怀送抱的，你不喜欢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刚才那个气质优雅、端庄大方的，你还不喜欢？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？你有什么特殊癖好？小洛洛，总算找到你了啊！啊！懂了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